500年前不死大战邪恶僵尸，他活着只是为了消灭所有僵尸。站在你旁边那个是僵尸。一段宿世情缘，化解百年不曾动过的心。人对于我来说，永远都是诱惑。天敌的宿命能否敌得过相爱的感情？但我始终还是僵尸啊！我会保护你。敬请锁定晋阳戏剧台，僵。